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去山上找点野味。走吧。走。不是那种野味啊，我们去找那种树的。对，植物的。这几天在家里面，有点待久了，这浑身有点不舒服，去山上走一走。这几天村里的广播每天都在播，就这个疫情的一些情况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？这里个井水啊，好清澈，就是没有鱼。是啊，啊？那个绑绳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哪里啊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战友。过客，那里呢？哎，那有个呢？哎呀，好巧。哎呀。嗯。哦。嗯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是什么蛤蟆？哎，为什么山上这么多这种蛤蟆？这个是有点像癞蛤蟆，癞子蛤蟆，对，有点像癞蛤蟆。怎么下面还有一个？前面有一个，吓死我！哦，快骑吗？这个？老婆吓死了，被这个吓坏了吧？心脏咕噜咕噜咕噜。哎呀，这这么近，怎么可以骑没有？哎，这是啊？这什么？什么菌子？这可以骑吗？这你拿一朵起来看一下。哎呀，那么可以骑，这么可以骑？哎，不可以骑，但是长得有点像鬼骑的样子。这还是不要乱拿了。嗯。那你整毒就好了。这里有一个洞，外面很多泥巴。你看你这里生菌子了。我看到，看到。这泡菜露露蛋。真的。你生那么多呢？哎，当然。当然啊。这是木啊。这木的。啊。谁木的啊？这个好多。谁木的？哎，这里还有点。在这个木板在外面淋雨啊。这几天天天下雨，这就长着。我过去看一下。嗯，才生了。嗯，那这好小。刚刚长肥过一下，啊，好漂亮啊！嗯，真真过呢，啊，好漂亮。这个是最好吃的。嗯。弄完了。我们去山上找啊，这家里面就有。来，先拿这个大的啊。哎呀，有点可惜的，真的。拿这几个大的。这么大就差不多。不让它晒是吧？哦，那什么大的它的？这几个大的可以拿，哇，好漂亮！哎，这种刚生的，这要小。饱满的呢。嗯。今天晚上就把它炒吃，这么一点不知道炒什么。看。哇，好漂亮！哎，这种是最好的。看下面有没有？嗯，下面没有。有，没得。没得。拿那么多，哎，拿大汤，然后没得尝好的，给宝宝吃上了，我们吃不够吃，我这个过两三天来，肯定又有。